你画过碗吗？我们画了五年。画碗会上瘾，因为人们会把你的作品捧在手心，并且亲吻。2012年夏天，我们把画笔交到100位台南小吃陶给手上。不是因为画布初次卡楼，而是我们相信有他们配轨的台南才够味。没有练身体的爸给啊，不到一个月就破功了。喂，哎，大哥，可以跟您商量一件事吗？我们想说现在已经吃了80几间了，我们想说是不是到这里就好？意思是放弃吃满100间小吃吗？嗯，是有在犹豫这件事。我没有太大的意见，但是我希望你们还是选择一条不会后悔的路。被世界记住的方式很多，我们选择了最胖的那一种。2个月的创作行动，我们带回台北的是最重最重的8公斤，里头有陶给们香甜的笑容和关心。多下令和温仔呀呼下静静闭的轻荡。